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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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在上一周已经讲了关于戒律的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。接下来要正式的讲行事操。那么关于行事操的内容啊，我们在上一次上课中啊，已经做了一个总体上的介绍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从这个行事操里边啊，选出若干的篇幅，然后根据这些每一篇的内容，给大家介绍关于这个我们的整个这个戒律的内容。那么以往讲这个行事操啊，通常是按这个就是这个行事操的它自身的一种顺序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呢，讲这个行事操这个方式啊有所不同。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顺序，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修学的顺序，就是对这个行事操的顺序啊做一个重新的编排。那么我们将会从这个行事操里边选出十多篇的内容，大概是我们第一篇要讲的是标中显德篇啊，标中显德篇。接下来会讲的是身相自净篇。所谓身相自净，就是佛门的礼仪呀、啊，就是作为我们不管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啊，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学习这种佛门的这种规净的礼仪呀、啊。然后再接下来呢，就是讲沙弥迭行篇。首先我们就是出家嘛，首先是沙弥。那么沙弥作为沙弥，他应该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一种，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发心，他应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准则。那么接下来就讲少戒，就少戒缘起篇。这个当了沙弥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少打戒，应该怎么样如法的少戒。所谓少戒，也就是起的这种比丘的资格啊，怎么样才能如法的取得比丘的资格？这个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得到就是比丘的这样一种戒体，净足戒的戒体啊。那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僧人？那么这个如法的少戒啊，这是非常的关键。
然后讲完少戒缘起篇呢，我们会讲师资相摄篇，就是师资受了戒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就像我们学习的道次第论啊，把这个一止法作为一个关键。事实上，在我们整个出家的这个过程中啊，那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关于僧格的养成，僧格的养成啊，它离不开一止。那么进一步像知见的养成，还有就是止观的修行，那么这个整个修行的过程都离不开一止。但是第一步就是关于僧格的养成的一止，所以这个师资相摄篇这个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再接下来再讲这个少戒啊，说戒说戒正一篇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受了戒之后需要说戒，需要用不断的用戒力啊，来清洗我们的人格，来清洗我们的用戒力来检查我们的身心，来规范我们的身心啊，来清洗我们的这个不善的行为，所以说戒正一篇，这个蛮重要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安居，出家人每年需要有定期的进修，这个进修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定期也就是每一年啊都要有定期的时间专修。那么这个专修呢，是能够保证我们啊能够这个身心通过定期的安这种安居啊，使我们的身心呢能够得到更好的安住，得到更好的安住。然后呢还有就是自知，自知重要篇。自知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自知事实上是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身格的一种缅解。你看这个这样汽车都有缅解，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身格啊，我们每一年啊也都有一次缅解，这个缅解也就是通过自知，通过这个缅解了之后，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你的这个僧人的这个生活里边啊，又有一个清净的记录，那么这个要通过自知。然后就是揭摩说戒，揭摩缘起篇。揭摩缘起就是关于这个办事，办僧团的事，从办个人的事到办僧团的事，如何的去处理各种事物，大众的事物，个人的事物。那么这个在戒律里边啊统称为揭摩，怎么样办事，怎么样如法的去处理各种事物，那么这个是揭摩缘起篇。那么再下来我们准备给大家讲就是僧团大纲，就是关于僧团的管理的问题，僧团的管理应该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则。这个再下来就是想介绍的是导俗化方篇。导俗，当我们自己在修学上有所成就之后啊，我们应该要学会去化导信众。在化导的信众的过程，我们应该如何化导，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如何跟信徒啊这个相处啊，这就是导俗化方篇的内容。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关于生活方面，有一些生活的个人的生活的问题，比如说关于这个吃饭的问题，是要少进，我们应该这个，因为我们对这个吃啊住啊这些东西很容易产生贪着啊，应该如法的去享受这种这种供养，怎么样才能够如法的拥有财物，怎么样如法的享受供养啊，这个就是是要少进。还有就是对食心智，我们每天吃饭得强调要吃成五官，
怎么样避免在饮食啊，对饮食升起贪着的心。那么这个两篇是关于个人生活方面，然后还有一篇就是最后一篇就是瞻病送终，怎么样照顾病人，怎么样临终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就是临终关怀吧。那么这些篇幅的选择啊，主要是根据我们整个修学的一个次第，也同时也是根据我们整个修学的需要吧，我们选择了这些篇幅。那么在这个两年中呢，我们将会陆续的介绍给大家。那么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篇啊，是标中显德篇，这个标中显德篇。这个标中显德篇，这篇的内容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份纲领，这个提纲。那么这个提纲呢，主要是两个部分的内容。我们从这个名字上啊，就可以看出这个篇幅的内容。所以每一篇啊，每一篇的这个篇的名字啊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。也就是我们看了这个篇的名字，基本上我们也就知道这一篇啊，究竟是讲什么。比如说这一篇叫《标中显德篇》，标中。就是标出他的这种宗，就是他的宗旨，就是他的宗旨，就是我们这一部这个抄，这部书，这部论，他的宗旨是什么？他的宗旨是什么？那么这部论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它的宗自然也就是以戒为宗，自然也就是他所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戒律的内容，给我们介绍的是戒律的内容。这个戒律呢，在佛法里边啊，其实整个佛法其实就是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见，一个就是行。整个佛法事实上主要是两大内涵，一个是见，一个是行。那么佛陀说法呢，就是有经和律。经就是代表着在这个知见上的建立，那么律呢，主要是一种行为上的规范，一个是知见的建立，那么一个呢是行为的规范。那么这种见和行啊，二者啊是相辅相成，相辅相成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形式抄啊，它主要是介绍的是戒律的内容。那么戒律的内容，这个它的整个纲领啊，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科。这个四科就是戒法、戒品、戒行，还有就是戒相。第一个是戒法，这个戒法就是指这个律藏的所有的内容，整个戒律的内容啊，都可以称为戒法。所以
所以戒法应该具体指的就是力障，比如四分力障啊，五分力障啊，那么这些内容都是属于戒法的内容。那么由这个戒法会产生戒体、戒行、戒相。戒体就是通过如法的少戒啊，在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力量，就是戒体。所以这个戒法纳入我们的心田中，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，那就是戒体。那么根据这个戒体呢，产生这种持戒的行为，根据这个戒体啊，依这个戒体啊，产生持戒的行为，那就是戒行，戒的行为。然后通过这种持戒啊，所表现出来这种威仪，通过持戒，如法的持戒，表现出来的威仪，那就是戒相，那就是戒相。所以这个戒律的内容，主要也就是有这样的四科：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。那么标宗主要也就是指出这个四科的内容啊，还有就是显得就是这个显示这个戒律的这个利益功德，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戒，为什么要持戒，学戒持戒啊，究竟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哪一些利益，能够成就什么样的功德。那么在这个标宗显德篇这一部分里边啊，它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。一个方面就是顺戒，顺着戒，我们持戒能够成就哪一些功德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讲，就是违背的戒律，如果不持戒的话，有哪一些过患。那么整个说明的方式啊，基本上都是广泛的引用啊三藏典籍，经历论三藏典籍。比如说这里面说里面有化教，我们看这个这一段提纲里边引化教、自教，这个律宗也有律宗的判教，律宗把一代十教判为两种，就是化教，教理它是通过教化来完成的，这叫化教。那么戒律呢，它是通过规定，它是一种制度，所以叫自教。自教。那么宗大这个道心律师呢，他广泛的引用的化教和自教里边有关，就是说明持戒的利益和犯戒的过患的种种经论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标宗显德篇的学习啊，我们对戒律的利益，戒律在修行中的意义，以及这个戒律对住持正法的意义啊，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识，非常好的认识。所以
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发了这个提纲，发了这一份讲义，有没有什么特点啊？哎，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份讲义啊？都有吧？要是你们自己去看这个形式操啊，那可是有点费劲哦，没有标点，虽然有科判，我们现在这个学了这个三大部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书啊，三大部这个书啊，想一想我们当年是怎么学的啊，给你们介绍一段历史啊，这个我们当年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，我跟你介绍过没有啊？没有啊。这个严老啊，有没有听说过严卓老法师？有听说过吧？这个他呢，早年啊亲近过弘一律师，哎，那么他这个弘一律师呢，我们知道弘一律师是这个持戒的高僧啊，所以严老一直也有，因为严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嘛，所以他在80年代啊，在恢复了广法寺之后，他一直希望能够成就一些人学习戒律啊，根据这个偶一律师还是这个什么人的说法，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由这个，就是弘一大师也有这样一种愿望，能够成就5个清净的比丘，能够如法清净的比丘住世啊，这样呢就能够使这个佛法，能够使正法久住。所以严老呢一直也有这样一个心愿，也就是希望能够成就一些人学习戒律。那么当时呢，我这个佛学院毕业了之后啊，这个正好呢，这个回到福建嘛，当时我因为我最早是在鼓山出家的，当时觉得鼓山这个道场啊，没有多少修学的环境，所以我就来到广化寺，当时那里也正好福建佛学院啊缺乏老师，我就在那里任教。然后同时呢，因为当时严老呢营造了这样一个，就是希望要成就一些人学习戒律。当时正好我有几个同学啊，那个什么戒神法师啊，还有几个什么眼莲法师啊，有几个人在那里学戒，所以呢，我也加入这个学戒的这个行列里面去的。那么他们当时学戒啊，最早我是去的比较晚一点的，他们是比较早了。他们最早去的人是连书都没有啊，这个书都没有啊，不像现在这个书印了很多啊。他们找到书之后，这个他们最早那个一览法师啊，他们学戒的时候啊，先抄一部，花一年时间抄一部这个形式抄，这个形式抄这个是。他们抄的是那个木刻版的那一种，大概有20-30本。他们抄是怎么抄呢？是临摹的抄的，就是每一个字啊，临摹的抄下来，先抄一遍，花一年时间。然后抄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呢要做的第二步工作呢，就是你看这个书里面不是有很多这个标点啊。有很多这些眉批啊，第二步就是花半年3个月时间来做这个眉批的工作，然后这么花了1年半时间之后，然后才开始学习这部书。哎，然后他们学习呢是每天看5页，绝不多看。当然我没有这么老实的做了，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书已经有了，也不用抄了，也不用点了，我比他们去的略晚一点。所以这个你们现在学的这个讲义啊，我已经给你们做过现代的科判，你们如果看这个形式操上呢，
哎，这个弘一律师做的科判，我看你们看都不太看得懂，很复杂。所以你们现在拿到的这个讲义啊，事实上我们已经做过现代的处理的，所以你们现在学起来会方便的很多。我们当年学这个形式操作的时候，全是自己看，哎，根本就是没有人给你讲，你自己看。看完之后呢，当然偶尔我们几个人会，偶尔会交流交流，但更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己看的，就是硬读啊，硬读把它读懂。哎，再想想你们现在这个姻缘很殊胜啊，哎，要珍惜啊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看这个形式操。标中显德篇，这个先讲是第一节啊，第一节是序中寸邪，这个第一节的内容，孤立海。通身心通万象，虽包含无外而不速死之，腾跃波云而逃不过现。那么这一段话主要是显示用比喻的方式啊来赞叹戒律，用比喻啊来赞叹戒律的殊胜。用什么来比喻呢？用大海来比喻啊，用大海来比喻戒律的殊胜。那么这个主要是根据在四分立说戒见度里篇啊，就是这个佛陀这个在这个说戒见度里边，佛陀有讲到这个大海啊有八种功德，大海有八种功德。那么佛陀说，同样的，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大海里边啊，同样的也记住这个八种功德。大海有哪八种功德呢？就是第一种功德，就是这个大海的水呀，所有的河的水呀，最终都会流到这个大海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喻，就是这个就是佛陀说，我的弟子啊，通过学戒啊，最终啊，也能够把自己的身心啊，安住在这个法上，也能够费用到这个法的海洋中啊。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明这个大海呀、啊，潮不不时潮法，就是大海的这个。它这个潮水是很有规律的，这个潮水是很有规律的，哎，那么同样的，这个佛陀说，我的弟子啊，如果能够住在戒中啊，能够住在戒律，能够住安住在戒律中啊，也能够做到至死啊都不会犯戒。那么这个大海的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说这个五大河的水呀、啊、都汇入到都流到大海之后啊，最终啊都会失去它本来的名字，所有的河的水呀、啊、一旦流到大海之后啊，都会失去它原来的名字。那么同样的，就是在我法中，在我的佛法中啊，这个四性婆罗门刹帝利回舍扫陀罗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人，哎，一旦进入，一旦出家了之后啊，都成为沙门四子啊，没有什么差别。
都成为，就是这个在《包含经》里面也说，四姓出家都姓石，什么都姓石，这是第三点。那么第四个特点呢，就是所有的水，天上的雨，还有这个各种河的水啊，一旦流到海里边之后啊，这个海水啊不会有增减，没有什么增减。再多的水流到海里，这个海的水啊也不会增，也不会减。那么同样的，佛陀说，在罗法里边啊，这个所有的人，就是出家修道、舍家修道啊，最后证的涅槃。那么在这个涅槃界里边是不会有增减的，不会多了一个，多了一个人证入涅槃，这个涅槃就多了一点，少了一个人证入涅槃，这个涅槃就少了一点，涅槃界不会有增减。这是这个第四点。第五点呢，大海里边的水啊，所有的水都是一个味道，什么味道啊？就是咸味。那么同样的，在我佛陀说，在我的法里边啊，所有的人出家修行啊，最终啊也同样的都成就一种味道。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？解脱的味道，解脱味，同在一种解脱味。这是第五。第六呢，就是大海不少死尸啊，大海不少死尸，就是说很多人死在海里边，包括动物的尸体啊，那么最终啊，海风啊、海浪啊，都会把它们飘到岸上，或者海风会把它吹到岸上，海浪会把它飘到岸上。同样的，佛陀说，在我法里边啊，一样也是不少死尸。如果一个人犯了根本大戒啊，那是要被僧团通过这阶魔把他这个摒出来的，摒除僧团，也就是赶出僧团，他失去僧格。所以这个是第六点。第七点就是大海中啊有各种各样的珍宝，这印度人经常都到海里边去取宝。我们现在的科学也发现海里边有很多宝啊。那么同样的，佛陀说，在我法里边啊也是多出珍宝，各种珍宝。什么珍宝啊？什么这个四念处啊、四正行啊、四如意足啊、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，各种功德法财，在我们的佛法里边也充满着各种功德。那么第八点呢，就是大海里边啊，有很多大型的众生。这个大型的众生，就是这个像龙啊，那我们现在讲的有各种各样的大的鱼啊。那么佛陀讲，在我法里边啊，同样的也有很多这个圣贤，比如说四果，四相四果的圣人。所以佛陀呢，在戒律里边啊，经常会用这种大海，来比喻佛法的海洋。所以道宣律师啊，一开头啊，标中显德啊，就用佛这种大海的深管，它的深度、它的广度，来比喻这种戒律的深度和广度。夫利海冲生，精通万象。说这个利啊，这个戒律的海洋啊，戒律就像大海一样，很深很深啊。冲生，冲也是深，渐渐的深入，深不见底呀。为什么说利的海是很深呢？因为
它是通向佛，通向无上菩提呀。通过持戒能够通向解脱，通向无上菩提，所以显示的这个厉害是甚深。经通万象，经就是渡考戒律，这个它是通向解脱彼岸的渡考，通向解脱彼岸的这个渡考啊。同时呢，戒律呢，它又是这个，就是包含一切万物啊，它是摄一切境，也就是每一条戒啊，它是含摄一切，它是含摄一切。比如我们讲这个不杀生戒、不偷盗戒、不邪淫戒、不妄语戒，那么这个每一条戒呀、啊，它所这个含摄的境界是非常的广泛。当我们受这个不杀生戒的时候，事实上你要发起这样的一种愿望，也就是我要对一切众生啊都不起杀害之心，我要对一切众生啊都不起啊杀害的心，不偷盗，也就是对一切众生啊都不起偷盗，不邪淫，就是对一切男人女人都不起这种邪淫。所以这个戒律呢，它所含摄的境界啊是非常的广泛，每一条戒啊它都遍及到一切众生的身上，每一条戒都遍及到一切众生的身上。所以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发起这样一种心，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发起这种心，我从今以后我对一切众生都不起杀生，我从今以后对一切众生啊都不起偷盗，如果当你升起这一念心的时候，你这个戒，你受了这条戒能够得到多少功德，你可以在每一个众生的身上你都能够得到一份功德。哎，那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，所以说为什么说受戒的功德啊很大，破戒的罪过呢，我们说换一条戒，哎，我们换戒最多只能对一个人换，你不可能对一切众生都换，但是你受戒呢，你所得到的功德啊是在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的身上得到的。所以古代的大德啊，在有些经论里边，他尽管也说明这个破戒的罪过如何如何的大，但是他还是鼓励人要受戒，因为受戒的功德更大，就是受戒的功德，当你受一条戒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功德，你是在一切众生的身上得到功德。当我们真正能够就是带着我要对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啊都不起伤害，就是伤害的心的时候，事实上当你受这样的一条戒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打开，对一切众生打开，我不伤害他们那么你就能够在一切众生的身上成就不杀生，成就不偷盗，成就不邪淫。所以呢，这个戒律啊，它所含摄的这个境界啊是非常的广泛，所以精通万象，它是通向一切境界。那么戒律呢，它是建立在一切境界上，所以当我们受戒的时候，这个戒体是从哪里得到的？从情与无情，
恒河沙的境界，从这里面得到的，而不是说仅仅是从一个法上得到的。如果我们受戒的时候，我们的戒体是建立在情与无情啊，十法界中一切法的这样一个所缘上啊，那么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戒体啊，那就是非常有力，非常有力量的，那就是非常有力量的。所以这个是说明这个戒的广度精通万象，虽包含无碍而不受此之，虽包含无碍，这个戒律啊，是它是这个含摄一切众生，就是每一个众生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受三规，都可以受戒。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也有不同的说法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戒律呢，它是包含着九戒众生，九戒众生也就是都是可以受戒，当然佛不需要再受戒了，九戒众生都是可以受戒，包括归系动物。但是呢也有的宗派认为，就是说这个动物啊它是没有办法受戒的，但是本宗啊是允许，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也可以受五戒八戒，所以本宗这个通受五戒，就是在家戒这些动物还是可以受，但是出家呢，出家戒就是不行的。所以九戒，所以这个戒律啊，它是就是九戒的众生都可以受，它包含着九戒众生，但是而不受死尸啊，不受死尸。什么叫死尸呢？就是属于破戒，就是如果是已经破了根本戒，那么这个啊身团啊就不能够容纳，清净的身团就不能够容纳它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八个特点里边，其中呢第六个特点就是大海啊不受死尸啊。那么同样的，就是在佛法的这个身团的这个海洋里边啊，它也不接受这种破的根本大戒的。当然，如果破了根本大戒，还有这个忏悔心，那还可以当邪悔，邪悔比丘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在僧团里边生活，但是他不可以享受这个作为一个僧人啊，作为一个僧人享受的基本大义。这个我们今后再讲到。深往大纲篇的时候会讲到，深往大纲篇里面讲到一个出家人可以想到三十五种大，三十五种大义就是三十五世啊。那么如果一个换戒的人根据你换戒的程度不同，可能会被夺掉五种，或者被夺掉十种，或者被夺掉二十种，或者被全部都夺掉。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些一个人犯罪了之后啊，判刑或者剥夺这种什么政治权利啊，或者剥夺什么啊，同样一个僧人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换了戒之后，根据你换戒的程度不同，你在僧团中享受的大义也会被相应的剥夺，这个戒律你很清楚啊。但是如果说你破了根本大戒的，而又没有忏悔心啊，那么这种人啊将会彻底的被赶出僧团，就是灭病赶出去。那么下一句，腾跃波云而潮不过现，腾跃波云就是用大海的这种波涛啊来比喻佛陀的戒律，在佛法的这个海洋里边。那么佛陀呢，根据这个佛弟子们的这个换戒，
根据弟子们的这种不如法的行为呀、啊，所以制了很多戒律。比如说有止持方面呢，有坐持。我们讲戒律主要有两大内涵，一个就是止持，一个就是坐持。那么止持呢，也就是包含着一条一条戒律的条文。我们比丘250条戒，比丘尼348条戒。那么每一条戒啊，都是因为僧团出现不如法的行为之后，然后制定出来的。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戒律的制定啊，制的，然后又开，开了又制，制了又开，开了又制啊。那么这个整个缘起是非常的复杂，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。但是呢，戒律的制定虽然是这个开割持放非常复杂，但一切都是有限度，就像大海一样，潮不过限。潮是有什么时候这个涨潮，什么时候落潮，这个都是有一定之规的。同样的戒律呢，它的这种开和遮啊，也是有一定之规。那么下面，故凡意彻意玄门者，克悉清净，无容疑非。木心倒水者，木纯出药，无染于事，故能得意于时，自超尘网。良由非法无以观其余，非道无以显其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主要是讲出家的行余。我们了解到这个戒律的这种殊胜，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出家人来说，我们应该要具备一种什么样的行余？什么样的行仪？那么出家人的行仪是什么呢？出家人行仪其实就是戒定慧，就是戒定慧。那么这一段这个文字啊，主要是从戒定慧的角度来说明我们出家人应该按戒定慧啊行事。故凡意彻玄门者，故就是所以，凡是彻意彻，就是加入进入，意就是准备进入佛门，或者说准备成为一个出家人，或者说成为一个出家人的人，玄门就是深奥之门。佛法深妙之门，被称为玄门。玄门也就是佛门，就是你想要成为这个佛的弟子，或者成为这个僧团的一份子，成为一个僧人，应该要怎么样呢？克悉清净，无容疑非。克悉，克就是一定要清净。清净就是持戒，戒律就是一种清净，就是一种清净的镜子。所以要一定要持戒，因为持戒能够依戒行持啊，所以能够使我们身心清净，所以戒律啊在此啊又叫做清净，要这个。作为一个僧人，那么一定要持戒，无容疑非，就是不可以有丝毫的这个非，就是非法犯戒的行为。那么戒律就是出家人的
这个行为的准则。所以就是这个出家，那么首先就是要少戒，要邪戒，要持戒。那么这个是这个出家的一个这个首先啊，必须要修学的。木心到水者，木存出药，无染于世。木心到水者，木心就是沐浴在佛法的海洋中的人。木心到水就是沐浴在佛法的海洋中的人，要怎么样啊？要沐存出药，如染于世啊！一定要心存有出药。什么叫出药？这里的出药，也就是指的是定和慧，一定要把你的心啊安住在定和慧中。把你的这个心啊安住在定和慧中，因为定和慧是我们出离的宝藏，所以定和慧啊又叫做出药。我们出药就是要出离生死的关键是什么？出离生死的关键是什么？出离轮回的关键是什么？那就是定和慧。所以要这个要把我们的心安住在定和慧上，这样呢才能够怎么样呢？无染于世啊，你的心啊才不会被这个世俗啊所染污。你怎么样才能不会被世俗所染污？那就是要有定和慧。而定，你的心自然也就安住了。如果有慧，你就有能力啊，去化解你的各种情绪，那么这就是说，这个作为一个出家人啊，就是我们的修行啊，主要是要遵循的戒定慧。要遵循的戒定慧，那么戒定慧首先从行为上远离这个非法的行为，然后呢安住在定和慧上，这样呢我们才有可能啊从这个世俗里边啊走出来，然后呢不会被世俗所染污。不会被世俗所染污。世俗在哪里呀？你们说世俗在哪里呀？世俗不只是一种外在的环境，同时也在我们的内心。我们的内心里边啊，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有强大的世俗心，我们要记住。所以世俗不是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如果你没有世俗的心啊，外边的花花世界是对你是不会有影响的。每一个境界我们只要能够产生兴趣，我们都有一种相应的世俗心在作用。如果没有相应的世俗心啊，没有任何境界会对我们干扰。所以当我们说远离世俗，外界的世俗你是有能力远离的，但是你内心的世俗你靠什么去远离？我们说通过持戒，持戒可以让我们远离外界的世俗。那我们要靠什么来远离我们内心的世俗呢？靠什么去解除我们内心的这种世俗呢？我们靠持戒远离外界的世俗。那我们要靠定和慧去降服解除我们内心的世俗。
因为一个人你即使持戒，但是如果你内心的这种世俗还在，你一样还是会升起世俗的心。哎，所以定的作用只要是能够帮助我们简化我们的内心的环境，把我们的心啊安住在一个善的所缘境上，那么这样啊，我们内在的这种世俗的心啊，它自然也就不会升起了。然后我们在内心在简化的前提之下，我们在做空性的观修啊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降服的这个世俗心啊再把它化解掉，再把它解除掉。所以这个整个对这个世俗心的解除啊，它需要世俗心是什么心？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凡夫心啊，它需要靠戒定慧。如果我们记住戒定慧，我们自然也就有能力解除，从远离外在的世俗，到降服内在的世俗心，到最后啊解除啊世俗心。所以这个戒定慧啊，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哎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当我们真正把内在的这种世俗心降服了，真正把内在的世俗心解除了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无染于世。你根本就没有世俗的心，你怎么去染？你怎么会被世俗所染？哎，你的心，当你有了定和慧之后，你的心内在的就会发出一种强大的这种安静的力量。这种安静的力量啊，哎，当你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强大的这种极静中的时候，这个外在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啊，它对你的干扰啊，根本就是没有力量，根本就是没有力量。包括你内在的这些念头啊，它的力量都会显得很弱的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，所以真正要有定和慧，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无染于世。故能得益于时，直超尘寰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因为具备这种戒定慧的人啊，所以才能够他的这种德行啊，才能够利益一个时代，才能够利益当时的很多人。德就是德行，这种戒定慧呀，戒定慧所形成的这种内在的一种慈悲和智慧的这种品质，德行其实就是高尚的生命的品质。那么这种高尚的生命的品质啊，当你成就了这种高尚的生命的品质之后啊，哎，你的所作所为才有可能真正的利益很多人，你的所作所为它才有力量，包括你说出来的话啊，你所做的事情啊，它是有力量的，是有内在的这种力量，而不是光是一种行为的。哎，它是有震慑力的。嗯，那么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的过程中，也有可能，也才有可能真正的以一种非常纯正的发心去做。否则的话呢，虽然说我们也在做很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哎，那么我们这个发心里面到底有多少纯正？哎，有多少平等心，有多少慈悲心，有多少名利心。如果你充满着世俗心啊，我们的发心啊一定是没有办法很纯正的。所以呢，有了这种戒定慧的修行啊，才有可能形成高尚的生命的品质。有了这种高尚的生命的品质之后啊，才有可能真正的利益自己和利益一切众生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说的利益啊，那都是非常有限，而对自己来说呢，也是非常有限。直超尘寰啊，这个行为才有可能真正的超出这个尘劳啊，哎，一世独立啊，超然物外啊，
一世独立，超然物外。你靠什么去超然物外？是不是穿上一件衣服就超然物外啊？啊，头剃光了就超然物外啊？超然物外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心境。哎，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品质，这样的一种出世的品质，也就是这种出世的这种定和慧的品质，你所表现出你自然也就，你自然就有超然物外的能力，你自然就会散发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气息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气质啊。这种生命的气质，它是要通过戒定慧的心修，尤其是要通过定和慧的心修啊。没有定和慧的心修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要不就是满脸俗气。这个，如果我们有一颗世俗心，我们表现出来肯定就是满脸俗气。如果我们既有这种超然的这种出世的气息，我们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很超然、很出世的。诚之于中而行之于外。你有什么样的精神，在你的身上才有可能散发出什么样的气息。这个大家记住。那所以才知道直操成碗啊，成就是成劳，成劳就像碗一样，就像那个鱼的碗一样，凡夫嘛都是在这个碗里边啊，就像那个鱼啊被碗碗住了，根本就是跳不出来的。这个那么如果我们具备有这种出世的解脱的能力啊，我们就能够从这种尘劳的这个网络里边跳出来。当我们从这样的一种尘网中，从我们自己的相对的这种念头里边跳出来之后啊，那我们才真正具备了这种解脱的能力，真正具备了这种解脱的能力。良由非法无以观其余，非道无以显其格。原因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非法无以观其余。一个人如果你不持戒的话，你就没有这种庄严的仪表。仪就是仪表，非法就是没有戒。如果没有法，没有戒律，就没有办法观大你的仪表。行住坐卧，所以出家人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出家人的行愚。出家人的威，你看每一种人，比如商人有商人的行愚，金人有金人的行愚，当官的有当官的行愚，那同样我们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行愚。那我们在座的诸位都是从社会上各行各业走进来的，你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种世俗的行仪进来的，带着世俗的相信、观念、想法、威仪，如何把这个从这种俗人的行仪转化成僧人的行仪？为什么说要五年持戒不离一止？其实真正戒律的学习，在佛陀时代，他根本不需要五年，因为那个只是一种生活。为什么要五年？其实这个五年最主要它是要完成这种身格的养成，从如何把一个出家在家人变成一个如理合格的出家人，这个过程呢它需要五年，所以还需要不离一止啊，不能离开，就是你的师父，一止的师父，你要随时，包括你只要出戏啊，你都要请假，这个不能离开一止。那么这就是需要有人随时在鞭策着你，这个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通过这个戒律啊，来养成这种身格，来造就这种出家人的这种威仪。如果没有戒律，那么我们就很难形成这种出家人应该具备的威仪。所以我们进来之后，我们还是带着世俗人的威仪、世俗的观念、世俗的习惯、世俗的想法。出家几十年，可能你的除了头剃一剃、衣服穿一穿、
你的整个内在的生命的气质啊，所有的东西啊，还都是原有的东西，一点都没有变。那这种出家人自然其实还是俗人，还是俗人。所以要有，首先要持戒，观大威仪，这是一种外在的，外在的这个改变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非道无以显其德。那么我们学佛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外到内的一个改变的过程，从外在的形象，因为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哎，那么光改变外在的形象行不行啊？那肯定是不行啊。哎，这个除了改变外在的形象以外，更需要进一步的改变内在的气质。所谓气质，就是再进一步说，就是生命的品质。哎，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内涵要彻底的改变，这也是我们进阶一下弘法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常讲的。哎，你说活菩萨成佛，成佛就是成就活菩萨的品质。活菩萨的品质是什么？是戒定，是定和慧啊，是这个悲和智。哎，大慈悲，大智慧。那我们凡夫，凡夫为什么是凡夫？我们凡夫就是因为我们具备有凡夫的品质。这凡夫的品质是什么？就是无明我执、贪嗔痴，就是凡夫的品质。那我们现在呢？除了通过戒律来培养我们出家人应该具备的行仪之外，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用定和慧呀，来成就我们，来改善和成就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高尚的品质。所以说，非道无以显其德啊！如果没有道，道是什么？就是定和慧。如果没有定和慧啊，就没有办法去开显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高尚的品质。所以作为我们出家人的整个修行来说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戒定慧。那么这种戒定慧，它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种生命的彻底的改善，彻底的改善。